平均年龄七岁，带着对爸爸的思念展开他们的探亲之旅。灿灿六岁，活泼可爱，泪点低，完全不懂英语。天天八岁，自称健壮男，能说简单口语。这次非洲之行，除了要给爸爸惊喜，还要照顾未曾见面的妹妹。这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次独自旅行，途中只有一次求助机会，目的地是遥远的非洲大陆，那里有将近一年没见面的爸爸。别哭，如果能够顺利到达，他们将会有两天时间跟爸爸一起玩耍，然后跟随摄制组回国。炎热的气候，埃博拉病毒的蔓延，这些想象中的可怕，使得妈妈们犹豫不决。但孩子的勇气最终还是战胜了妈妈的担忧，妈妈决定松开双手，让他们独自闯一次天涯。多变的，根据环境，根据当时的情况，他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就是表现和情绪比较激烈的那种。你的牙齿像谁的？为什么指门外啊？因为爸爸在门外。因为爸爸是从什么？非洲。别人问他你爸爸去哪儿了？去，他说我爸爸去非洲了。你爸爸去非洲干什么呀？他做医生的，给黑人治病。看完了一号宝贝灿灿，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在二号宝贝天天的心里，爸爸又是什么样的呢？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吗？没有。但爸爸就是很严厉，所以他就一直觉得他爸爸一直是喜欢打他的那种，但是其实他都没有打过他，后来都是我在打的。袁飞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所以你要像他那样吗？嗯。为什么要泡这么多水呀？因为这些都是防蚊水。原来这是给远在非洲的爸爸准备的防蚊手链，希望提前到达的摄制组叔叔阿姨能给爸爸送去一份惊喜。你爸爸有多高？我爸爸可能都一米五多吧。一米五？一米可能得一米六多一些，挺矮的。这个是爸爸，这个是我，这个是妈妈。为什么妈妈那么小啊？因为我希望快长大，可以去见爸爸。以拍摄中国人海外生活纪录片的名义，第一批摄制组先行来到了克里布教学医院。这座有着91年历史的医院，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遗产。天天和灿灿的爸爸都是作为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医生，一年前来到了这里。我在这边呢，主要就是小儿神经这一块的医生。小儿神经这一块在这边的主要的病种呢，就是癫痫呐、然后脑瘫呐。他们这里跟国内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有一个疟疾，特别是那个脑型疟疾。脑性疟疾来的还是挺凶的，然后死亡率也比较高。这个是我工作的病房。Hello。
会这边这个。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nd then this one Chinese medicine. Okay. With headache. 嗯 ，very strong. Yeah. 一向工作的爸爸结束了一天的辛劳，此时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怎样的惊喜呢？这，哦。一个他说喷了防蚊水的一个那个环。哦，他会做这个。真的，很可爱的。哎呀，这么多东西呀、啊。哎呀，真的！这些都是他亲手叠的，买了一个小面子。哎，不错啊，还挺会的，这么贴心啊！这个是他最喜欢的。嗯，是吗？原来这是他最喜欢的，你看。对。哎呀，这个真贴心啊！真的，生女儿好。现在我改变了观念了，原来我们潮汕人说句心里话，都想要有一个男孩喜欢男孩。你去飞飞加拿大，我们都知道，我们很想你。如果你能早点回来那就好了，因为我和妈妈都等着你快点回家，平平安安的祝你身体。他说：“亲爱的爸爸，我是你的宝贝灿，你已经七个月没抱我了。我和妈妈等你回家。”远在海外思念孩子们的爸爸此时还不知道，宝贝们早已经做起了出行前的最后准备。那就是 Place on a list. Place this on My leg. 你口渴了怎么说？ I'm tired. I'm woozy. 啊不甜甜，你确定你真的可以吗？还是为爸爸准备他最爱吃的饼干吧。今天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是不是上帝在我面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是故意整我的吗？儿子，你是妈妈的脸。你好美啊！哎呀，我的天哪！别告诉我糊啊！糊倒不至于，但是就卖起来不好看。啊？看看你的误会。我要找我爸爸，知道哪里也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还是贴心小公主灿灿的歌声好听，当然她也不会放过为爸爸创造美味的机会。我要炸腰果，很萌的。在乎他的发型，从小就一直帮他梳头。他说多梳头会都会，就是会头发会柔亮，会漂亮。所以他觉得发型给爸爸一种惊喜，也是他的一种小朋友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吧。现在，如果他饿到了怎么办？但是又担心他在飞机上说有点颠簸，会肠胃不舒服，又怕他吃多了。哎，反正种种的问题，作为妈妈的担忧就一下子就涌现上来了。就是之前你说他要走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都会有点失眠那种，然后就是会突然拿着他的手啊，然后抱着他呀，就是这种就是很舍不得。
天天一切准备就绪，而此时的灿灿呢？妈妈，妈妈，你有眼泪呢。妈妈，你放心的啊。可能会跟工作人借一下手机，跟打个电话。好的，可以的话再打。小哥哥还把唱歌调向妈妈陪着你。我在前面放你啊。爸爸。开心吗？再见，哥哥。你们加油。要走。阿姨抱一下。男子汉啊，让着妹妹哈。就暂停。照顾一点妹妹啊。妈妈，拜拜。拜拜。啊，你好好玩啊。嗯，好嘞。好了。妈妈，让我远远的看着你。嗯。拜拜。拜拜。加油。好玩啊。拜拜。自己去找那个安检处啊。嗯，对。你好了没？你等会儿，耐心的等我不行吗？关好了吗？登机口 A10 了，在那边。不是，那做安检，还有那个安检，还有在那边。哦，那边。看到没有？那有个国际出发 A 区的，看到没有？嗯，知道知道，谢谢。啊，好的，不用。哎呦！
怎么样，给你爸好吧？太好了，第一次这么爽快过。哎呀，你太快了，不等我干嘛？等你呢，你得走得快点啊。你得让女孩呀。让女孩，可是你又不是。要不先在这里逛逛，要不要看看那种小很小的熊猫？买一个。啊，这个，那个很小很小的熊猫多少钱？28。是什么？能温度的。要不然啊，可以了吗？走吧，走啊。啊，再来一个。再选一个吧，更好一点。我看，给我一个啊，那个好多楼房是我的。哎，我知道，这个行李我帮你拿，把这个钱放上。走，走，回去。你能行吗？你不相信我吗？给。一万，紧张吗？不紧张。开心吗？开心。那就是对了，这是你的，这你的第一张，这应该是我的第一张吧？哦嘛，可以吗？就这些。好哈。然后还有他的。等一下。嗯。还这个。小心哦！我刮掉了。我这鞋只有一只手啊。迪拜的，请乘坐。快点走啊！一站走 ，EK 3634航班，就要起飞了，请马上由 A。算了，还是我帮你拿吧。六，好吧，我拿。Thank you。Oh, there we go. No, you're sitting here too. So this is your seat as well, okay? And I'll put this up for you. 此时已是北京时间23:55，接下来孩子们将要飞行8个小时，途经迪拜机场，在休息4小时后，换机乘坐7个小时，抵达1.6万公里外的非洲加纳首都阿克拉。我们的2个小吃货在云端开心地享用着美食，而另一端的爸爸们也像往常一样忙完工作，回到他们居住的营地。感受一下非洲一般美好。历经一整晚的飞行，孩子们在当地时间凌晨3:30抵达迪拜机场。孩子们第一次离开妈妈，离开家，踏上异乡的旅程，也许是陌生，也许是疲惫，两人更加的依靠彼此了。
还是帮你拿上去吧。你先走走。待会给咪咪看一下我们是多少。一张呢？哦。在迷宫一样的迪拜机场，孩子们险些迷路，没有熟悉的语言，没有亲人的帮助，一切只能靠自己。那在哪候机呀？在哪候机呀？好纠结呀！请问一下，我们在哪里候机呀？我不知道在去啊，现在。哎，这怎么没有写登机门呢？你要去看那个大阪大的那个，这边写 EK787 有没有？嗯，对。时间是几点？7:30嘛。对。那你就看登机时间，去找7:30。7:30 EK787 有没有？有，那B16号。哦。好，谢谢啊。是8:30，现在还是凌晨呢、啊。你想一下，8:30。迪拜起飞时间是7:30，接下来孩子们又将如何度过在机场候机的4个小时呢？凌晨的迪拜机场温度有些低，一阵寒流向兄妹俩席卷而来，天天决定要换上长袖衣服。漫长的等待，此时距离飞往阿克拉的时间不到1小时，孩子们准备登机。手都已经被占用了，所以肯定不能再拿这个嘛。对不起。没关系。And we
pretty good. I think. 爸爸也会干。那我还能把这个礼物给你爸爸吗？你这个意思吗？嗯。让爸爸别。那就这样了。整装待发，两位小伙伴顺利坐上了去阿克拉的飞机。再过七个小时，他们就能看到自己的爸爸了。历经十九个小时，孩子们终于抵达爸爸的所在城市阿克拉。阿克拉是西非的中心城市，濒临几内亚湾，历史上以黄金贸易和奴隶贸易而闻名，居民以当地家族人和阿肯埃维族移民为主，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在这片陌生的土地，迎接孩子们的将是怎样的挑战呢？两人顺利抵达阿克拉，或许是觉得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还哎，这我的包呢？对啊，我的包呢？这个您看一下。啊。哎，欢迎光临。我的包。环境陌生，语言不通，天气炎热，一路上能干的天天哥哥也束手无策起来。为了尽早见到爸爸，他们选择用掉唯一一次求助机会。经导演组商量决定，帮他们找到了去克里布教学医院方向的巴士。渴不渴？看到啦。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捏你嘴巴！你敢？这是坚固之锁，是他们开的，里面有着万能钥匙。万能钥匙在你的身上。我上厕所。这个是干的，你不要上我。那你不为你求上天呐，赶紧给我帮个打个零食，你挖个坑。大巴无法到达克里布教学医院，小家伙们只能在大巴规定地点下车，剩下的路程就靠你们了。
面的箱子。冬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教你，是美元的意思啊。哇哦，吓死！真的是，哎呀，哇！梁先生，梁先生，梁先生，我要尿尿。都说我哭天喊地是解决不了事情了，说我给你想办法，那你自己待在这儿好不好？那我帮你想办法，你不哭，冷静。走啊，我帮你想办法。别哭，哭吧。就说不哭，你不哭，我给你想办法好不好？你哭的话，我不要想办法。要不这样，你想个好主意。像这样的话，那你别哭了，你俩咱们慢慢想，好不好？哭一下嘛，那我可是不行啊，没办法呀，只能想啊，忍一会儿啊。我要妈妈，妈妈，不要你叫我，我没哭就让你跟着我，好不好？我就是想了一下办法，然后呢，他就叫妈妈妈妈，然后我就拿他没办法嘛。我就说那冷静一下，我慢慢想，慢慢想。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点生气了。一番争执，两个孩子最终幸运地打到了车。上车。I go to the 这个我想想，可能没有。啊，你飞现在 my 10 go to this OK. Thank you. Goodbye. I go to a. I'm going to donate. 这是那个是那个家医院，我还没看清楚是哪家医院呢。啊！刚刚我差点睡着了，你知道吧？穿过海洋，越过山川。两位小伙伴终于到达了爸爸所在的医院。为了给爸爸制造惊喜，孩子们决定直接去爸爸的诊室。那我们这样先找我的爸爸，因为我妈纸丢了，知道吧？给那个开车的司机了，让我爸，然后让我爸爸带你去找你爸爸，知道吧？先找到我爸，然后我爸爸带你去你找爸爸。我爸爸带我们俩去找你爸爸。你什么意思啊？你非得找我妈妈。行，咱们先去找你爸爸，走。走啊，跟走。先找我爸，然后再找你爸爸，行吗？那去你找爸爸，你有办法吗？好好说话，好不好？拜托，妈妈，先去找你爸爸。因为我们
是一定能找到你的爸爸的，但是因为你记得那个地方了，而且我们把那张纸给那个车司机了，没办法，我们现在找我的爸爸，然后让我的爸爸再带你，带我们俩去找你的爸爸，知道了吧？知不知道？好不好？别哭啊！那记得那个纸上写的英语单词吗？不记得我们怎么找？你说一个办法。我想我的爸爸呢。那你想你的爸爸，我知道。先得找一找我的爸爸。我也想我的爸爸啊，但是没办法呀。我更要想我的爸爸。你找，咱们现在就去找。走啊，看你找得到啊，走。我找不到嘛。找不到，那我也找不到，你有什么办法吗？我们先进去问一下好不好？你别难过，你知道你爸叫什么名字吗？陈小慧。哦，陈小慧，你记好了啊。嗯。那我们进去问一下陈小慧在哪，你知道吧？好复杂呀，这个。看是不是某某人在哪该怎么说，我也有点忘了。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you go to the authority, you seek permission before you go ahead to do it. You go to the authority, you seek permission before you go ahead to do it. We are not somewhere tricking you, just that I'm here to help. Please stop it. If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孩子们虽然听不懂眼前这位黑人叔叔的话，但从黑人叔叔愤怒的表情中也看出了点端倪。不能进诊室，突如其来的阻碍让大家都措手不及。小朋友，快快来，再过来。哦，你拿两个箱子吗？哦。你们是找谁呀、啊？最终，院方找来了中国援非医疗队队长。小朋友，快快来，站过来。他的出现能否帮孩子们解除困境？你们是找谁呀、啊？找我们的爸爸。你爸爸叫什么？我爸爸叫曹德志。你呢？我的爸爸叫陈贤辉。哦，那他们上班可能不行。他们，我们知道他们今天。那我们去到他住的地方去找吧，这里可能不让你们进去的。找不到的话，那我再找得到，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等他，好吧？可以。那我带你们走，上车去走。OK。It's finished. We will go.此时陈医生早已下班回到驻地，他告诉我们，每每想念女儿时就会将这段视频拿出来看。他说女儿是他在这里最大的动力。坐飞机坐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吧。坐了一天啊。累不累啊？就是哎呀，我就受刑了，基本上可能得有3-4个小时。这个小妹妹她修行了，这个可能得有10个小时。你没睡啊？我没睡。你睡了，在飞机上。飞机上你睡不睡啊？啊，到了。到这儿了。嗯。啊，到了。找爸爸，我也想我的爸爸了。谁说不是呢？谁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呀？对呀，爸爸骗了他。爸，小狗。狗不怕的，他不会咬你的，他要跟你亲热的。在这里。哇，感觉好近啊！我想跟你说啊，那天啊，我看到他们摄影组给我的录像啊，哎呀，你。还不错啊，他讲的还不错啊。此时是灿灿爸爸妈妈每天约定好的视频时间，陈医生还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小公主已经到了身后。走，
我还是受到你感动了，小星星。我受到你感动了，还是说得很不错，表扬你一下。他这么小，然后又这么还这样，然后你要知道，畅畅是我的，心头肉啊，那肯定的。找妈妈。他写那一封信啊，他写的也是很真实，都是一些生活。不用谢。你好厉害，你看，妈妈说你好棒啊！哎呀，爸爸想你，真的。我也想你。真的，爸爸想你。爸爸带你去玩，好吧？你在加拿大，爸爸会带你出去很多地方玩的啊。嗯，好吧。谢谢你的爸爸啊！来，等一下我要去见不舍的爸爸了。对，好，那你就啊，那现在过去见爸哥哥的爸爸，好不好？好。OK， 走吧。那我们走。给你爸爸一个惊喜，好不好？走这边，给你一个惊喜，你小不管想爸爸。想啊。啊，很想。是我们家。这个。对，来，我抢。曹医生。爸爸好像没在，爸爸没在，现在可能去看病人。而此时，天天爸爸趁难得的休息时间，来到熟悉的中餐馆，尝尝家乡的味道。远在非洲，这已经是对自己难能可贵的犒赏。Hello, Oswald.This is... Yeah, 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Yes, my daughter is not feeling well. So, your daughter is not well. Okay. 一个本地朋友的电话，孩子生病了，曹医生不得不放下午餐，赶去出诊。喂，喂，曹医生，喂。老师，他那个信号不好还是怎么样啊？老师打不通了。天天满心期待地给爸爸制造惊喜，没想到是扑了个空。喂喂，在哪里啊？哦，在法大呢。OK OK， 我知道。好 OK， 那我们出去。好。好，天天，那你去找你爸爸啊，爸爸敢不敢？敢。太勇敢了。与每天待在医院和封闭的驻地相比，曹医生更喜欢到普通人家给孩子们看病。只有这样，他才更能理解医者的使命。不过，非洲人的贫困却总是让他感到震撼。Oswald, this is your house. Okay, please let me see.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Oh, you get fever. Please show me where it's right by the hospital. Where it's right by the hospital. Please show me where it's right by the hospital. Papa! Yeah, Tina? What's it? You put it, you put it, you put it, you p u你妈呢？我妈没有来，就我一个人来的。你一个人来？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哪个小妹妹啊？叫灿灿。我看看，哎，怎么你们把她给带来了？她没来，她在那个宿舍那边。哦，你妈没跟我说呀？没说你要来啊？我妈妈是要保密。还保密？突然一个这么大一个小孩在我面前，又是这个。他叫爸爸哇！我一下子很吃惊，然后不可能吧？你们是怎么办？你是怎么？好，你在这等一下啊。嗯。给这个小朋友看病好不好？怎么知道这里的呢？是那个灿灿他爸爸告诉我的。哦。This is my son. Oh, nice. How are you?I'm fine, thank you. This is Oswald. He's sick. Okay, let me take you. Oh, okay. 最终，孩子们都找到了自己的爸爸，和爸爸沉浸在幸福之中。与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天，在美丽而神秘的非洲，爸爸又会给孩子们安排怎样的活动呢？哎呀，你。哎，壮老爸爸，抱你好累啊！那到这个楼我就自己走吧。你自己走啊？嗯。好，多抱你一下，没关系。你爸爸，你从好老远跑来看爸爸，爸爸要犒劳你一下。漂亮吗？漂亮，还拖鞋呢。叫他们喝茶。爸爸，你咋还没收起来？你想睡觉了吗？不是，那这里我一下。爸爸一起睡了哈，是不是？啊，跟爸爸一起睡了。你那个白色的电脑呢？那银色的。被子掀掉，打好了呀。我还把这个碗拿得动吗？拿得动，很轻的。可以啊。我还给妹妹搬箱子呢。小一点。嗯，小好一点吧，没关系。这么厉害啊？对呀、啊，我也不知道我妈妈怎么想的。这个是谁的呢？你？我的吧。这是你的吗？对啊。跟你妈的一样这么大呀。对啊。我都快穿下了。天。哎。啊，跑步啊。啊，不跑是吧？我儿子来了。不来了是吧？李叔叔。李叔叔好。啊，今天我们去跑步好不好？你先走就行了。那我你去看一下嘛。那里挺好玩的，有玉米啊，有玉米地啊。那我还是有点不想去。不用你跑，你就带你去玩。嗯，那行吧。玩一下吧。行，我穿一下鞋就走。你看他马上就赶上我了。爸爸刚来的时候肚子也跟你一样，现在已经你看看不见了吧？这几个字认识吗？啊，刘叶刀。知道什么意思？知道吗？不知道。刘叶刀其实就是手术刀的意思。你看到这个没有？这是什么？嗯，对了，阔。玉米种在这里不怕被番薯吃啊？
不是，不是，是地天书。天哪，你跟他们比起来，你好大一个！你问一下这小朋友多大 ？Hello，Hello， how old are you？ Five。那还差不多，我想我哇。Five 他才五岁，比你小很多。我在前面跑好不好？你跟上。以前我们带着那个狗来跑步啊，以前带着我们那个黑狗过来跑步，那个黑狗经常被他们这些狗咬，后来就不敢带它下来了。哇哇，没事，你也可以吧。等等等等等等，不行了，那个哇，滑下那么厉害，那好多石子啊！怎么滑倒的呀？妈的，我小心可能是被什么绊倒了吧。痛不痛？还好吧，有点痛，没关系。那我回去。还能跑吗？嗯，还能跑啊。这个痛不痛吧？里面不痛吧？外面有点痛。嗯？回去给你消消毒，然后贴上创可贴。你走前面，看着你。走走。你们为啥王要跑石头那么多的地方？校长，你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呢？这个包里面那个是你寄的腰果呀，你还要腰果，这就是我炸的。哦，你的腰果还要自己你叫你妈带呢？啊，让我自己带的。知道我就不喝酒，我那腰果。要搞它，太多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不知道。搞了这么多东西呀、啊，谢谢你啊！啊，你太辛苦了，带这么多东西，是不是你做的？对呀、啊。真的啊？他说他是他自己做的，他做给我吃的，是这样。但是我一直还不相信。真的是你做的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你会做，我真的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很好吃的。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对。好不好吃？好吃，真的，好吃，真的好吃。那还要站起来表演啊？还要。你要不要站？好吧。要。没有。站起来吧。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这么小的年纪能够，他真的我也感觉到不可思议。我郭沫相看，真的是郭沫相看。怎样的活动呢？现在你看那边的房子都是贫民窟啊，比昨天有电没有水啊。这边
大西洋几内亚湾蓝色的海岸线，我们跟随父子俩来到了位于阿克拉以西130公里处的奴隶堡。经过几个世纪大西洋波涛的击打和海风的侵蚀，白色的城堡外体已经斑驳陆离。这里是几百年前非洲奴隶贸易的起点，如今美洲大陆大部分黑人的祖先都是当年从这里被装上船，贩卖到了全世界。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以后，还专程来到这里参观。哇，这个浪大！就它这里是通向美国的，这个海叫大西洋，我们那个深圳那个海叫太平洋，知道吧？不是那个。那里也有好大的一个螃蟹。哪里啊？哦，真的哦。等会儿我们在那里也可以看得到，你看那边很多那个穷人的房子。旧啊，几百年前的东西了，肯定旧了。它那个都那个海风啊、水啊、雨水啊，都把它冲坏了嘛，对不对？好黑是吧？没有灯的，人家本来以前就是没有灯的。就是这个墙后面呢，他们建了一个隧道，就是那个可以通上船的隧道。英国后来把这个地方堵住了，把所有的奴隶都在这里面都给杀害了，就是把这个关上以后，就标志着他们这个奴隶的贸易就是结束了，就是标，这是一种仪式，就是说把这个门关上了以后，再也不再贩卖奴隶了，这个意思。爸爸，我走不动了。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要我背你吗？对，疼。好的。没关系的，你也可以掌握。这边曹医生带着天天感受着奴隶堡的厚重历史，而陈医生则带着他的宝贝女儿灿灿感受着非洲不一样的浪漫。你看这个小朋友，你看他这么小就是在这里劳动，你看你多好啊，你看你看，黑子骨我看不出是黑人啊，我这个耶，你看他们多可爱啊！你看，这些小朋友多安静，他在跟你招手，你要跟他招手。耶！他这个小朋友，哎，你看，对啊，高兴吗？高兴。那你。打一个 pose 给我看一下，你多么高兴！开始了，好凉爽！爸爸，我是你的小老婆。你是我的小老婆呀，真的有没你是我的小情人，也是小老婆啊，对，小时候你就叫我小老婆了，对呀，你还记住啊。在今天的非洲，足球是孩子们最热爱的游戏。曹医生打算带天天去街头，跟当地孩子踢一场野球。他想让天天面对面感受一下残酷的竞争。一片草地，一个皮球就可以开始游戏。穷人家的孩子连球鞋都不用穿，成为球星，去欧洲俱乐部踢球，是这些孩子最大的梦想，也是大人们寄望改变家庭命运的途径。原始的热情混杂着欲望，让这项人类第一运动在非洲大陆显得尤为奔放。
他来到这个家呢，我感觉到他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女儿逐步长大了，懂事了很多。对他来讲，我觉得也至少让他认识到我其实还是心里面还是很爱他的。与爸爸快乐相处的日子里，对于即将要回国的事情似乎完全抛之脑后，爸爸们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口呢？灿灿，嗯，今天爸爸再给你梳一次头发哈，然后你准备回去哈，准备回国内了哈，好吧？回去？对呀，回去。我不想回去啊。爸爸哭半年后我就回去了，给你在一起。OK， 我看一下，哎，还挺漂亮的，嗯。天天，上午的飞机啊，是这样。你跟那个妹妹一起，还是跟那个妹妹一起回去？好不好？有没有舍不得爸爸？嗯。想不想待在这里啊？嗯。想。回去不也挺好的吗？想爸爸就跟爸爸在网上聊天呗。你那么舍不得爸爸？嗯。但是爸爸以前老凶你是不是？有点。爸爸以后不会老是凶你了，好不好？但是你那个，我爸爸跟你说的那些事你要记住，好不好？哪些事情你想想？爸爸这几天老是跟你强调的事情。有什么事啊？就是什么要减肥干嘛的？嗯，反正你回去就是再好好练练英语口语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多运动，
多体育运动，好吧？要是你能留在这里，我爸爸准备可以带你经常去踢足球，但是你要回去，爸也没办法，爸爸也舍不得你啊。爸本来今天就要上班的，我们收拾东西好不好？好吧。那我们去，我们去收这个行李，好不好？为什么？我送你到机场看妈妈，好不好？我不要，我不要回去了。不回去，好不好？我不要回去。嗯，好。好，等会儿给你削个苹果吃啊。妈妈，你答应我，帮我把登机牌弄好看。我进，拿着登机牌过那个海关，你就那个。过海关啊？嗯。爸爸去不了，爸爸等会儿就要上班，还有一个小孩约了，要爸爸去看。那我们速度不快一点不就行了吗？这里还。这里去机场都要一个小时啊。爸爸也想。送你过去，那我又不会你。没事啊，你来的时候都会，肯定没问题的。来的时候是在深圳吗？啊，来的时候是在广州吗？这一样的嘛，这是方法是一样的。你把苹果吃了吧，边走边吃吧，好吧。那我英语又不好。换登机牌，你就说你 check in 哪个登机口，然后就去找。那我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取登机牌呀、啊。你看一下那个，你不行你就拿你的机票去问，就问他那个。那我没有机票啊。机票等会儿他们会给你的，好不好？那没有什么东西啊。没有。对吧？我说我不用问了。嗯？说什么？说是我不会说呀。也是。也是的，很简单的。小爸爸送你去啊。嗯。这个。但是我速度行，一小时的假不就行了吗？但爸爸是约的那个小孩，是9点钟过来。那小孩马上要做手术，如果我去了，人家一堆人等着他，这样就不能按时做手术，怎么办呢？没事，你肯定可以的。你不行给爸打电话好不好？那我又没有电话。爸的把这个名片给你拿了，这上面有爸的电话。那我还有爸爸这个地点都有的。那我不会打呀。不会打，你会问叔叔啊。你给他看着就知道了。那我也不用。你给他看嘛。你说 please call this number， 好不好？一看就知道了，好不好？给你放肆啊！好吧，我们下去吧。别哭了，别哭了。啊，快点醒了，快点醒。我站好了，哇！你是不是爸爸？下次不会的，下次爸爸一定要把假请好，然后再叫你过来，好不好？不，因为这次爸爸也不知道你要过来，所以没有准备好，就等着妹妹嘛。男子汉，你要照顾妹妹啊，你看看。可以照顾妹妹是不是？慢才安慰一下你，男子汉，你不要，把苹果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去安慰一下妹妹，给妹妹擦一下眼睛。走了。我们先上车了。你是男子汉。
妹妹肯定要脆弱一点，妹妹小一点，跟伯伯爸爸，伯伯爸爸。妈妈。没关系，没关系，下次深圳还能一起玩呢，好不好？没关系的，他们都会照顾你的啊。这里他们那个黑人都很好的。可是我英语不会说，他们又不知道我在干嘛。这时候就考验你了，你就说你要上飞机，你拿着行李去了机场，人家还不知道你要上飞机吗？啊，登机牌你就记住一个，就 check in 就行了。那你把我们拿的登机牌是一样的吗？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都是那样的。那这个这些你都不用问的。没有。那你问我。写下来是吧？对，写了一张纸。没事，我进去给你写，好不好？好。你在车上等我，好不好？啊，爸爸。车上坐一下，好不好？爸爸乖一点。好好好，我写的给你啊。天天，那爸爸都给你写了，姐坐着，你看一下，护照都在，和妹妹护照都在。这是航班，这是去的广州，中间是到迪拜，对不对？那我先走了啊。好，拜拜。坚强一点，不要哭了，男子汉老是哭像什么？好不好？坚强一点，好不好？没事，爸爸肯定是，肯定不会。没事没事，没关系的，没关系。是你热的，哭的就是那样。行，要走了，你坐好，坐好，坐好，坐好。我去给爸打电话，好吧？走了，爸爸，拜拜，拜拜，拜拜。我们回去好不好？啊！我不要回去。好好好，不回去，不回去，我不回去，哎，不回去。飞机起飞前三小时，灿灿也没能离开爸爸的怀抱。经过导演组商议，只得跟妈妈取得联络，让她请假来阿克拉接走孩子。没有了妹妹的陪伴，天天也只好一个人踏上回深圳的旅程。妈妈会在这等你的啊。嗯。啊，好吧。嗯。爸爸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好不好？好。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一路走来，从对父亲的冷漠到难分难舍，想对爸爸说的吗？没有。从当初的顽皮少年到现在的小小男子汉，从妈妈怀里的小少爷到妹妹身边的大哥哥，天天学会了独立，明白了责任，理解了父爱。
一次艰苦的跨国旅行留给孩子们的是难忘的蜕变与成长。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远行未来还有很多，终要学会独自面对每一次日出日落。